百货公司停车场上千个车格，茫茫车海，常有民众找不到机车，这次成了警方的破案关键。哎，杨先生，警察了哈。窃嫌狡猾变装，警方靠他手背上的这节刺青才确认身份。出来，我们看一下了，不要里面有人进去。接你的呀，办起义务了。另一头失主还坐在派出所，心急如焚。双十路跟自由路那边，你那个车子为什么会遭窃？因为我忘记打钥匙。台中警方日前接获民众报案，说机车停在路边车格，忘了拔钥匙被偷了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发现窃嫌骑车跟朋友约会，赶去百货公司看最新的漫威电影，结束后在车海迷阵中，竟然忘了偷来的车停在哪里。经沿途调阅监视器，发现窃嫌手法熟练，且不断变装，并进入百货公司内躲避警方查缉。29岁阳性男子好手好脚，却没有正当工作，是偷窃惯犯。看路边机车没拔钥匙占为己有，逃不过警方法眼，再度狼狈落网。记者韩志信、李云杰台中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？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